刚开始，大家是相当快乐，提起画笔，开始在盆栽顶头来画金蕉，每一个人拢画甲非常认真，而且嘛拢感觉相当趣味好耍。你刚刚大家有喝胜吗？有啊。哎、欸，那我很好玩。有啊，那个香蕉很好玩。对对对，我最趣味啦。嗯。啊，你画的是啥？有水无？你感觉有水无？有啦。真水吼。香蕉啦。这是电工所为着好在地生态公园的学员，会当有参平常时无同款的体验。今日是特别安排因来到当地一间金蕉历史故事馆参观，嘛专工安排这个好耍的体验活动。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哦，啊也希望讲会当结合这种印象，和咱在地家稍微智障的这一些青少年哦，可以体会到这一方面文化背景。啊，所以咧。公所来安排来今仔日来香蕉故文化故事馆哦，可以体会见金蕉的乐趣除外啊，啊嘛也当锻炼，让他走进所谓的香蕉文化的一个时空的隧道哈。这阵南投县地种者家长协会的学员，大部分的时间拢是当协会来接受相关的课程训练，平常时实在是真罕咧有机会会当从外界接受。基础自治镇公所的安排，除了让这群学员会当了解金蕉的历史文化，而且嘛增加因从社区接触的机会。我今天参加这样子的活动蛮有意义，可以实际就是走入社区，然后跟社区这边做连结跟结合这样子，那也让我们这边的学员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参与社区的活动。那也变成说回去之后，他也可以跟家人学习，就分享说他今天所学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。在盆栽顶头画好金蕉了后，最后就是爱将金蕉栽仔来甲正堂内底，一次的体验活动，唔那让这顶万八天师有一个相当快乐的经验以外，大家嘛拢相当期待金蕉栽仔会当愈来愈大只，赶紧摘着家己所种的金蕉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